各位回到2016蒙牛酸酸乳超级女声冠军乐的直播现场，时间已经过了10:30，现在我们只剩最后一轮的比赛，而现场有这么多的朋友依然热情高涨。我们的超级女声的21强，在整个今天晚上的过程当中，看到每一首歌他们都给自己的姐妹最好的应援，最好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谢这个夏天遇到你们。同时呢，我们也跟大家汇报一下，虽然夜已深，但是现在在线同步观看我们超级女声总决赛的已经超过1000万人，谢谢大家，谢谢这1000万的关注，谢谢，谢谢你们。那我们的人气值也非常的高，现在呢已经突破了9亿，而且呢排名第一的是09号圈九，排名第二的是06号张小玉，排名第三的是03号方圆，排名第四的是16号王晶晶。那么从这个场外的70%的所占总人气，可以推算出我们超级代表20%的所占人气，每人有哇6400万的人气，等会儿可以投。那么超级女子团占有10%，每人有640多万的人气，等会儿可以投了。我必须要说出句心里话，我现在观察到现场的气氛，虽然说我们的这个选手们都是好姐妹，对不对？是，但其实粉丝之间的火药味已经十足，因为这是最后一轮了，而且这个时候也感受到一些淡淡的离愁，对，是因为每一位歌手等下要上台演唱的都是2016超级女声舞台上最后一首歌。对，哎呦，何老师你这么说，我特别舍不得。哎呦，因为这个比赛是我见过跨度时间跨度最长的，对，3个季节，从春天开始演唱，唱过夏天，现在已到初秋，这个舞台依然还在，而且不止这样，之后还有演唱会啊。没错，那当然了，当然。对呀、啊。但是属于这个带着一些梦想的碰撞和比赛的激情的这个舞台，今天晚上即将要落下帷幕。而在最后这一轮的比赛当中，我们每一位超级女生会选择很不一样的作品，对不对？而且他们都有些话想说，这247天3个季节，哇，一年的1/3，你都在，哎，特别的感动，他们有心里话要对大家说。现在我首先宣布2016蒙牛酸酸乳超级女生冠军夜第4轮的比赛正式开始。那么这一轮呢，我们将按照序号的倒序来进行演唱，所以呢首先要用歌曲来表达心里话的是16号王晶晶。晶晶有什么话想说？听听晶晶回归初心的告白。接下来的这首歌是我站在超女舞台上唱的第一首歌，然后今天我想用这首歌结束这一整个夏天最美好的回忆。我们从城堡到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有太多太多欢笑泪水，我特别特别爱我的所有的宝宝们，我希望以后可以跟你们经常的见面，我很想念你们，舍不得这个舞台。我是2016超级女声16号王晶晶，接下来我要带来一首 Working Ball。I can never lie, running for my life.
to ever say I just want to be I will always want you I came in like a wrecking ball谢谢晶晶唱了这一首第一次在超级女声的舞台上唱的歌，感觉就像回到了那么多天前。你知道有一件最有意思的事情是，你事后拿当时第一次唱这首歌和今天晚上唱的这个版本再去听，你真的会听到变化。这就是大家在超级女声这个舞台上经历的成长，经历的历练。但是你会感觉到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会选这首第一首歌来唱，就是你还会听到那个初心的味道。真的不容易，辛苦了，晶晶唱完了，超级晶晶唱完了，辛苦了。什么样的感觉？自己觉得我好舍不得这个舞台呀、啊。之前天天说累，然后真的结束了，就觉得好难过，心里很空啊。对，不知道干什么了。那你不要难过，我等一下帮你拆一小块，你带回去。这个吗？好像也有道理。对，可以的，没问题。我去锯一块，姐姐拆一块给我啊！我突然心情变好了。还有，我也分给21强分一下。我们超级代表有什么样的祝福送给我们的晶晶？文杰，听你在台上说要离开了，觉得啊就这样结束了，有点难过。我当初也这样，我记得10年前，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雪花飘下来，我就对自己说啊，就这么结束了吗？就真的会不舍得这个舞台，这么好的一群伙伴，几个月，差不多大半年的朝夕相处，还有身边很多的工作人员，围绕着自己尽心尽力的天天忙碌着，这样的生活真的要 game over 了吗？那个时候我真的就特别的迷失，节目一结束，我的心情是空的，就真的是空的。但是现在我坐在这里，10年以后，已经我一步一步真的这么走过了这10年的每一天。我来到这里，告诉晶晶，也告诉在这里，还有在后台的每一个爱唱歌、爱音乐的女孩们，这个舞台是一个开始，今天来到了一个结束，同时。也是你今后10年的第一天。今后的每一天，也许不会像这几个月在这个超女的舞台上那么的刺激，那么的新鲜，不会每天都有掌声和鲜花来拥抱你，真的。今后还会遇到困难的日子，泪水的日子，但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你在这里收获了那么多的粉丝，你在这里收获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们，这都会成为今后你的财富和宝藏。谢谢，谢谢文杰，谢谢大前辈，非常好的，真的一个祝福，谢谢啊！每一句，真的，因为我们其实每一年的比赛是看到那么多的有梦想的孩子来到这个舞台，对，然后之后跟我们成为朋友。然后看到他们其实从这里出发，也许会走上相同的路，也许会走上不同的路，但是就像文杰说的，在这里真的是一个好的起点。对，所以继续给我们每一位超级女生加油，加油加油，请休息，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要演唱的是圈九了，对，09号圈九，他的最后一首歌在这个舞台上，今晚也有话想要跟大家说，很特别，对不对？九九这首歌，对呀、啊、因为这首歌呢是这样的，它跟一开始大家所知道的《为闻花名》是有点不一样的，换歌了。
真的非常不好意思，我知道大家很期待我唱《未闻花名》，有机会等下再唱吧，好吗？那今天这首歌呢，是我第一次自己填词，然后也是一首我在城堡应该是唱的第一首歌吧。然后我当时圈了一些选手成了我的粉，然后所以我对这首歌有很特殊的感情。它是宫崎骏的作品《千与千寻》的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一首曲子。然后当时换歌了之后呢，第一时间要填词，然后其实我对自己这个技能是没有任何信心可言的，但是当时我鬼使神差就做了，因为我觉得它是我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首歌，可能代表着结束，但是我做了一件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所以我觉得它要象征着开始。我觉得这就像超女这个舞台给圈九的很多东西，我自己之前没有自信的事在超女的舞台上把它做了出来，自己之前没有想过要去尝试的事情在超女这个舞台上把它勇敢地唱了出来。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写了我对整个夏天各位粉丝们、工作人员们、导演组们，还有这么多的选手宝贝们对你们所有的印象，希望你们喜欢。时间走得悄无声息，被提起或全然忘记，想和你共同守护的秘密，藏进行囊，做梦的那个小小的你，笑颜盈盈撑着你整个天地，手心全是勇气，越过生命的悲喜，星光落在你怀里，奔跑不知何处去，不知何时息，披着温柔的晨曦，无根之水落草地，剩下斑驳的树影，岁月如你的笑意，摇曳光阴，把梦境偷偷丢进你的声音。夏日趟过晴空的云际，想起那年你脸颊挂的泪滴，时间走得悄无声息，被提起或全然忘记，想和你守护的洞洞秘密，藏进行囊，做梦的那个小小的你，笑颜盈盈撑着你整个天地，手心全是勇气，越过生命的悲喜，星光落在你怀里，奔跑不知何处去，不知何时息，越过生命的悲喜，星光落在你怀里，剩下斑驳的树影，岁月如你的笑意，摇曳光阴，谢谢圈九，而且我有注意他的那个词写的超级好，很有才的九九，非常好。这个词有就是有找那个我的偶像提一点点建议，宇哥么么哒，谢谢你，大力宇。我想呢，可能在刚才圈九已经在歌唱之间讲了很多自己的感谢，对，很多自己的心声，对，其实也要感谢自己。
是不对？也要感谢自己，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坚持和努力，才让大家在今天这么多的人这么支持你，对不对？好不好？所以我也是头号米酒嘛。太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的超级代表送上祝福。我觉得客群来好不好？客群有什么祝福要送给全球？他好像还在回味这首歌的感觉。他写了一些东西，因为我看到最后的两句歌词，他说摇曳着光阴，把梦境偷偷丢进你的声音。哇、wow, 我觉得你们俩把这个词写得非常好，而且其实我觉得今天是我真的看到四位然后最多真心的时刻，虽然明明是总冠军赛，可是你们有很多真心话都用歌来表达了。对，圈九一开始呢，老实说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最早第一次听你唱歌的时候，是最觉得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的歌声，可是从冰雪奇缘，然后到后面的每一次，到你最后这一首歌真的打动我。对，没有什么大名大放很疯狂的演唱，可是走心了，很厉害。谢谢老师，谢谢，谢谢，谢谢老师的肯定，谢谢，我们也祝福圈九，谢谢，加油，请休息，谢谢。好，下面要上场是小玉了。没错，小玉呢，张三岁也有心里话要说给大家听。我们看到小玉换了一身非常休闲、非常舒服的，我感觉跟接下来这首歌有关系。我相信这应该就是自己平时会选择的打扮，对不对？很舒服的打扮。下面舞台留给你，看看你有什么话要跟大家分享。好。其实参加超女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于认识了一群这么好的老师，然后收获了这么好的友谊，然后也认识了这么好的小丸子，所以才成就了现在的我。所以我希望我们，虽然这是最后一场比赛了，然后也希望我们比完赛一定要常联系，因为我真的很爱你们。然后接下来我唱的这首歌，我为什么想唱，是因为我觉得大家每一个人参加这个比赛真的付出了太多太多，真的很努力，每个人都很努力，也很累，有的人甚至身体都快透支了，已经快坚持撑不下去了。所以我这首歌歌词大概意思就是特别希望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好好的睡一觉，睡他好几觉。对，因为真的特别累。我是2016超级女生06号张小玉，接下来我要为大家带来最后一首歌曲 The Lady Song。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I'm gonna keep my feet up and stare at the fan, turn the TV on, throw my hand in my pants. Nobody's gonna tell me I can't. I'd be lucky on the conscious cut in my snuggy, can't do MTV so they can teach me how to ducky. So in my coaster I'm the freaking man. Whoa, whoa, yes I said it.Out
out of my open so strong for me. I better out of my open so strong for me. But sorry, pop, you just have to wait. Whoa, whoa, yes, I said it. I said it, said it, cause I can. Today I don't feel like doing anything. I just wanna lay in my bed. I don't feel like picking up my phone. So leave a message at the tone. But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No, I ain't gonna clutch my hair. Cause I'm getting feeling wel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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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I just tried in my birthday show. And the hair is sick and loose. O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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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But today I swear I'm not doing anything. Nothing at all.要不要谢谢一下你的舞团？哇！谢谢老师，超级舞团，好贵的舞团啊！这个不是贵的问题，请不到，多少钱请不到？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感动。那我想呢，可能从今天开始呢，慢慢的你可能要忘掉06这个数字，这是属于这个舞台上你的一个特别的标签。所有的珍贵的记忆放在心里，但从此以后张小玉这个名字要慢慢的大声的再次讲出来，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就是有些要留下来，有些就像文杰说的，有些要抛到脑后，不断的把它做一个新的起点。其实我个人非常看好小玉，包括欧弟今天来的时候也一直跟我讲说，哇哦，那个张小玉也，他喜欢的东西都跟我好像哦，他喜欢的歌都跟我好像哦，超棒的。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明年还有类似的比赛，我不管是超级女生或者是超级男生，不管是比男生还是比女生的比赛，如果你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真的是特别好的朋友，你非常爱的一个朋友，你会不会建议他来参加这样的比赛？为什么？我会，但是我虽然会让他参加这个比赛，但是我同时也很心疼他，因为真的很累。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是享受这个舞台，因为站在台上就是觉得那种世界都是自己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享受。所以既然是我最好的朋友的话，我也希望他在台上享受这一刻，因为真的很难忘，可能人生中只有这一次。何老师，你是不是在铺很长远的梗？他是不是有一个双胞胎哥哥，跟他长得一样帅，对不对？叫张大玉吗？会不会叫张六岁？啊，来，我们来，客群，客群。我真的想要讲，就是这是我听你那么多次表演以来最最最放松的一次。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我们刚刚是真的忍不住就开始跳起来了，而且开始享受了，完全好像就是没有压力。而且我觉得不管你今天会是第几名，唱片公司的可以签，真的。哦，这家伙真的可以的。志烈要说什么，要送什么祝福给小玉？哦，정말越来越唱歌점점좋아지는것같아요。노래부르는게점점좋아지고이렇게심사위원들이단합이돼서다같이춤을추고뭘한다라는거는정말매력이있다는겁니다。特别特别好，你特别帅，谢谢老师。哦，发音啊，我没关系。他今天唱歌真的是越来越好了，比之前比起来，现在整个唱歌是越来越进步。然后让我们今天刚刚在四个人在下面团结的一起来跳舞，这个真的是因为他的魅力真的是达到了，让我们真的自动的跳起舞来。今天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帅。哦，谢谢老师，谢谢翻译老师，也谢谢志烈配合你们双簧。
好，谢谢，辛苦了小玉，谢谢，休息一下，谢谢。没错，不管是唱跳非常帅气的他，还是懒懒的最做自己悠闲的唱歌的他，我们都非常的喜欢。没错，好，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比赛的歌曲，最后一首比赛的歌曲是由03号的方圆为你带来。方圆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要说给大家听的？哇，好漂亮！今天又是一条非常隆重的表演服，一条裙子啊。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其实身为一个 gentleman， 我应该过去扶的。但是因为我们是主持人，没办法。好，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方圆。方圆加油！想说什么呢？接下来我将带来这个夏天在这个舞台上的最后一首歌。我一直在强调，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因为通过这首歌曲，我可以很切实地感受到，作为一个歌者，我牵着一匹马儿站在广阔的天地当中自由的歌唱。我是2016超级女声03号方圆，接下来我将带来乌兰巴托的夜。不回头，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
妈妈呀，是列老师觉得特别好到妈妈呀！啊，来来来，汤圆到这里，汤圆到这儿来。哇，汤圆很喜欢这一种民族风的歌，之前也唱过很多类似的歌，每次都感觉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很特别的世界。虽然有一个词已经在这个夏天被用了很多次，比如说，但是刚才真的感觉我们圆圆用尽了他的洪荒啊！真的耶，我实在不想这么讲，但是我真的。看到刚才的那个状态，我真的觉得你把一切都掏出来了。是的，没有保留，我已经使用了我的洪荒之力。我知道，我感觉到你整个人好像也被掏空了样的感觉。而我们的四位超级代表刚才也都自发的起立来给你喝彩。其实我想问圆圆一个问题啊，现在如果让你对，应该是200多天前嘛，对不对？247天。我知道你是自己瞒着爸爸妈妈来报名的。是的。如果现在的你有机会对那一天的自己来报名超级女生的那一天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想对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什么呢？其实我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心路历程特别的波澜，因为有的时候在城堡的时候，在总决赛的时候，总觉得因为自己年纪还小，然后自己参加这个比赛没有家人的陪伴，会觉得有的时候会很孤单，然后会很害怕。曾经有那么一刹那有想过想要放弃的时候，但是每一次在我有一点点动摇的时候，都是我的粉丝、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告诉我你可以的，你可以继续加油，都期待你更好的表现。所以说我一定会为了大家的期望，为了我自己心中的执念，我都会好好坚持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有机会对那个时候的自己给一句加油的话，一定是说会很累，但是有人在期待你。是的，一定会告诉自己不要放弃，相信自己。好，非常好。Coco 有什么话想送给我们圆圆？很多感触。首先刚刚唱的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是让今天的晚上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束，非常的大气。那么刚刚听到你说的你差一点想放弃，其实你知道有多少人去做一件事情然后没有办法去完成，然后你们在这200多天，你知道有多多么的辛苦啊，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我记得自己在我是歌手里面也经常的很害怕，然后也有想过放弃，也有经历过很多个晚上一直哭。那我相信你也哭过很多次，对不对？悄悄的哭。对啊，然后那个时候没有家人的时候，你最好的朋友跟家人就是你的好姐妹，对吗？对，是。所以你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刻，永远都会记得这一刻。这个结束之后呢，这会让你是 forever unforgettable， 因为这个是一个 very memorable moment。然后这些呢，好好的姐妹们永远都是你的好朋友，你们要互相支持，互相保护，然后互相成长，互相鼓励，好不好？必须的。所以今天不管怎么样，其实你们每位都是非常非常棒，都是最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Coco， 谢谢。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来揭晓结果。辛苦了，圆圆，谢谢。哇，唱完了耶。对呀、啊，我现在心情好复杂哦。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可是不知道怎样又有一种紧张感又油然而生了啊！好希望再有一首歌的时间。你直播了多少场？有数过吗？我已经数不清了。数不清楚了，对不对？有换位赛有多少？有7场。对，然后第8场的总决赛之争，然后现在十场，对不对？哎呦，然后城堡呢？城堡去了几趟？我城堡一开始我都见不到他们，他们应该也不太想见到我，因为见到我就证明着要参加换位赛，可能会被换出来。所以我想呢，其实名字可以说是跟我们很多的观众一样，从第一天开始关注我们的这些女孩子。那么我们马上要揭晓结果，而在四位歌手的演唱完毕之后，等一下我们依然会有超级代表和超级评审团的投票时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最后
还会有一首演唱的歌曲来给我们所有在网络前守候我们2016超级女声的超级用户们一点点投票的时间。是的，所以带来这首我新专辑里面的歌曲一下子，谢谢。骗你们的，不是我唱。我觉得搭档也不拉他，他有多我真的出去了，你们再不拉我真的就下音乐了。因为我还蛮想听的。不要，我拉你，拉你，来拉你啊。因为这首歌大家都会唱，它的名字叫做有一种颜色叫超女红。其实每一届的超级女生都会有自己的一首主题歌，而在那一年的夏天，它会是所有人都会跟着一起哼唱的作品。那么我们特别要跟大家说明的是，等一下这首应该是一个串烧的作品，几首歌结束最后一个音符落定的时候，我们将会关闭超级用户们的人气投票通道，所以这是最后给大家的，留给大家的，给我们的超级女生加油的时间。还有所有的用户一定要在最后的冲刺的时刻帮你最喜欢的偶像帮他这个补上这个临门一脚。没错，不要忘记行使自己的权利。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我们的21强带来接下来的演唱，有一种颜色叫做超女红。我是2016超级女生07号。
号超级女生零八号刘姿云，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号莫安琪，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一号李大飞。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二号何美妍。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三号张雨佳。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四号黄嘉欣。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五号。我们是2016超级女生十七号超级女团。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八号刘一兰。我是2016超级女生十九号王希媛。我是2016超级女生二十号孟慧媛。我是2016超级女生二十一号金文馨。谢谢尚雯婕，谢谢，谢谢。当然，我们也宣布我们场外的我们的人气投票截止，谢谢。刚才我必须要出来说句话了。两位在台下已经哭成泪人儿了。我想要访问一下两位，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毕竟真的我是。初来乍到，但是你们这么长久的陪伴，这种心情，这种心境，跟我们说一下。何老师陪了十二年了。其实，当然一开始不同阶段的这个超女的主题歌响起的时候，当然脑海里面会有很多的画面。因为我记得我刚刚开始第一次在超级女声做评审的时候。我自己还是个小孩，我觉得啊，现在好像经历了很多事情，可是青春梦想
在这个舞台上依然那么的鲜活。但是我其实最感动的是我们21强每一个人出来向大家致敬向大家致谢的时候，听到你们的名字，有的我熟悉，有的其实说实话因为我没有能够跟门全场，所以有的名字和面孔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但是不管是熟悉或陌生，我都可以看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经历的成长和对这个舞台的留恋，以及对所有每一位歌迷和粉丝们的感谢，以及对所有工作人员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的照顾的感恩。所以那一刻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好像那个感觉又回来了，真的。所以特别羡慕你们可以拥有这么一段珍贵的回忆，我也很庆幸在这个回忆当中我也占了一小部分。谢谢你们，谢谢何老师，太谦虚了，谢谢。来，我觉得这一段时间非常的幸运，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超级女生粉丝，从2005年我粉上了我的人生中的第一个偶像周笔畅，然后呢之后就一直在追超级女生，每一年都一路追过来，然后其实曾经也有过想要当一个超级女生的梦想，没有想到今年就变成了超级女生的主持人。然后呢，因为我跟他们每天经常彩排的时候也会待在一起，一路走来，其实他们特别让人心疼，很多的话他们不说，他们都选择唱出来，包括面对很多的质疑的时候，包括发生一些不可抗力，比如说身体上的因素或者临时换歌的因素这样的，他们都默默地扛下来，默默地唱，从来不说一个痛字。我非常的爱你们，我非常的舍不得你们。哎呦哇，真的是啊，难怪两位文杰刚才大屏幕一拉开，你唱出第一句的时候我就说啊，这范儿正。又一年啊，又一年，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10年的时间了。10年过去了，我刚才在台上唱的时候，我在后面听他们说我是2016年超级女生第几号谁谁谁，我特别想在台上说一声，我是2006年超级女生06号尚雯婕。你们再这样我也要哭了啦，真的是这个，对，这种感情是不会变的哈。谢谢文杰，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超级女生，我们也先请文杰回到我们超级代表的位置，是，然后也请我们的21强到我们的这个战区去等待。是的，晶晶、圈九、小玉、方圆，请留在舞台上，我们即将揭晓结果，好不好？谢谢。首先，我们要请我们的超级评审团来行使自己的权利。目前，我们超级评审团每一位投票的权重已经达到600万左右。那么，首先第一位我们要请到的是天娱音乐总监文正。在您投票之前，首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有注意到文正一直都在投给圈九，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以您个人的这个角度，你觉得天娱音乐应该签谁？这四强里面，我个人的角度觉得，因为天娱音乐是一直以来都是做偶像经纪的公司嘛，所以说我觉得像圈九是一直从我个人来说都是一直很关注的一个选手。然后今天晚上亲身感受了他的魅力，我觉得他的音乐和以及未来的他的声音的可塑性是能够让我充满期待的，所以我支持他。那您这一票要投给谁呢？当然是圈九。谢谢啊，圈九，圈九一票。索尼音乐音乐总监陈美薇，圈九。环球音乐艺人经纪高级总监曾明静，好，投给的是03号方圆。华纳音乐艺人经纪总监孟翔，还在犹豫。晶晶，种子音乐副总经理曹新颖，方圆。德华娱乐音乐总监蔡成新，王晶晶，王晶晶。华研国际音乐数字内容业务部统筹郑文杰，方圆，
海洋音乐内容建设部总监黄颂顺，王晶晶，红帽唱片宣传经济部总监景艳辉，方圆，雅神音乐高级企宣经理吴哲，王晶晶，阿里音乐市场部总监薛建平，春九，春九，多米音乐运营总监武萌萌，方圆，来自 QQ 音乐的任聪颖，王晶晶，网易云音乐张书张雅书，圈九，唱吧首席内容官陈哥，王晶晶，新浪微博电视合作总监郭红，圈九，百度贴吧李阳，圈九，资深音乐人翟哲，圈九，资深音乐人张华，圈九，乐评人邓科，方圆，哇，虽然看不到现在的这个数据，但是刚刚每个人都拿到了很多票，几乎都有。对，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我们超级代表的投票了。大家知道超级代表身上的权重较大，而刚才其实在投票截止之后，我们现场已经看不到，对，我们目前歌手的人气了，我们等下会在公证人的监督下来为大家揭晓。我们下面要请出超级代表来一一投票。现在客群无法面对此刻的挑战，Coco 也非常可爱的捂住了脸。师姐呢？师姐还在犹豫。智烈，我看智烈就先来吧。智烈欧巴，智烈好像没有听懂让他先来的意思。好，他听懂了。听不懂，听不懂，好，听不懂。You first。OK。好，黄智烈这个票投给谁？정말이렇게노력네분이전부다다이렇게노력하시고차진유형의이렇게모든스텝들이이렇게완벽한무대를만드신것같아서너무너무감탄했고정말존경스럽습니다啊，这四位的选手呢，真的非常的努力。然后我们每一个超级女生都真的是非常努力。然后现在为了我们完美的舞台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是付出了太多的努力。我真的感动又感叹。그리고정말저에게도이렇게여덟번의출연을하면서좋은추억을만들어주셔서정말진심으로감사드리고요然后让我参与了八次的录制，然后八次的节目的现场，然后让我拥有了制作了很多美好的回忆，所以非常的感谢大家。그래서저는所以我呢，그럼마지막에소름이정확하게여섯번을느꼈습니다方圆，哇！在听他的歌的时候呢，我正确的告诉大家，我起了六次的鸡皮疙瘩，我选方圆。方圆，方圆拿到非常重要的一票。那接下来我们要请文杰，尚文杰来投出自己非常关键的一票。我的最后一次投票的权利，我投给刚才一样让我起了六身鸡皮疙瘩的方圆。方圆再一票，恭喜！有一刻，我发现我们 Coco 脸上的表情完全僵住了，因为此刻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决定。Coco， 我再让你缓一缓，好不好？对，那就柯群老师，柯群老师，柯群老师。加油，柯群老师，你可以的。柯群可以说在台上也是陪伴我们超级女生很长很长时间的超级代表，每一个都是他非常疼爱的歌手。我觉得他如果本身是一个唱片公司，他应该每个都想签吧。而且他履行了他的每一个承诺。最后这一票的承诺会给谁呢？他弄得我好紧张啊！老师翻开了我们四位歌手在今天晚上所有演唱的这个顺序和歌单，在脑海当中再做一次梳理。
相信对他来说这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和重要的一个决定。老师，你投给谁？ OK， 我知道今天晚上有两个人都打了吊针，对，方圆跟圈九，在最后的表现的时候，我觉得你们都表现得很棒，但我最后就被两行字给抓去了，摇曳光阴把梦境偷偷偷偷的丢进你的声音，圈九，哇，恭喜！接下来是 Coco， 关键的一票，李文老师，是不是最后一票了？最后一票，这票投出，我们的结果将尘埃落定。Coco， 你要投给谁？首先，今天晚上四位对我来说都是大赢家。我记得我22年前我参加唱歌比赛的时候，我没有拿冠军，可是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我还是坚持追求这个梦想。所以今天我能够坐在这里，那么不管今天的成绩是怎么样，我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放弃唱歌的这个梦想，好不好？那么你们想谁赢啊？方圆，方圆，方圆，真的很会主持。方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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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投给方圆一点，我口干，我要喝一口。Oh, come on！ 哇！我学红老师，我投给的人就是九九九九。圈九，圈九，谢谢。那么我们马上就为大家揭晓，现在结果已经出来，我们马上为大家揭晓。现在我们工作人员在做最后的票数的统计，同时呢，在公证人员的公证下，我们将会有今天晚上最后的结果。在揭晓结果比赛，在揭晓比赛结果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惊喜。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特别奖，佳杰是闪耀女生奖，得奖的超级女生将会要获得佳杰是品牌代言人的资格。啊，那这么说你要被换掉了吗？我希望他们留下我。好，下面呢，我们有有请宝洁大中华区总裁欧阳庆球先生以及宝洁媒介副总裁徐英丹女士上台来为我们揭晓，有请，有请，有请欧阳总和徐总来，有请两位。究竟是哪一位超级女生要加入到佳杰是品牌代言人的大家庭呢？好，来，两位请站到中间。首先，我们请欧阳总来跟我们说说看您参加我们今天这个我们总决赛的心情，和宣布我们最后的结果。好啊，我想再一次代表佳杰是恭喜每一位超级女生，你们是最棒的、最闪耀的女生。你们要为自己感到自豪，感到骄傲。那这个佳杰是闪耀女生的奖很难选，因为你们四位都非常非常非常好。经过很慎重的考虑，我们选一位，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自信、你的笑容，还有我希望把这个奖也送给你的爷爷，因为他真的很爱你。全球，谢谢，祝贺，谢谢，祝贺全球成为佳杰是品牌代言人，祝贺，谢谢，好，来，我们，谢谢，送上我们的，我们是闪耀女生的讲座，谢谢，以及，谢谢，我们可爱的佳杰式的一个，好，徐女士想跟我们分享什么？九九。我知道经历了这么多个月辛苦的比赛，你瘦了很多，累坏了。我们也希望有这个佳杰式健康宝宝的保护，好，能够想吃就吃，想笑就笑，想唱就唱。
谢谢谢谢，祝贺千九，谢谢王姐姐，王姐姐，好，谢谢，也再一次谢谢欧阳总，谢谢徐总，谢谢谢谢佳姐，是给我们带来这么多健康自信的笑容，谢谢。那么此刻各位请安静，我们最后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在揭晓结果之前，我们要有请长沙市新城公证处的公证员刘丽萍、黄若红对今天的人气结果进行确认。好，大家好，我是公证员刘丽萍，这位是黄若红。我们受长沙市新城公证处的指派，对今天人气的这个进行了全程的监督，稍后揭晓的数据在我们的监督下产生，客观真实有效，谢谢。谢谢您、啊、哎呀这范儿正啊，对呀、啊、这我的青春呐、啊，永远都是公证员刘丽萍老师。这十几年前一直是 他看得出来，一直是他。好，接下来呢，我们即将宣布结果，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我们属于每一位超级女生的人气牌，我们要用非常非常这个经典的方式来回归本初的方式来揭晓结果。像林不会是那个，不会是那个像那个打乒乓球的那个。就是你知道很多年前我们是用这种方式来揭晓的，但后来有一些改变。今天我看到这个奖牌，我真的觉得这个分数牌，我真的觉得好亲切，好有回忆吗？对，非常有回忆。那么我们接下来将要通过这个分数牌来揭晓我们每一位超级女生的最后的成绩。可是这种回忆好像对选手来说很难熬啊。是会有分期待了，好不好？或者很值得纪念。好，请大家站到自己的站到自己的这个人气值旁边来。首先这样好了，欧弟，是你先帮我们揭晓后六位，也就是十万之后的。十万之后全翻开。对 ，OK， 好不好？好，因为我相信就是后面的数字会比较更加的紧张，前面你先帮我们揭开，好不好？来，首先是方圆，来了，来。对吧？对，好，我们看到我们方圆的十万以后的分数是983200。好，这是方圆的。下面来到小玉，你用手可能会比较快，欧弟。好，这个838304。好，下面到圈九。141696，下面到我们晶晶，636800。从目前这个十万之后的来看的话，是方圆领先。对，当然我们百万也很重要。方圆，请揭晓你的百万数字。他自己吗？对，自己吗？对，揭晓百万数字。他很爽快地翻开了14,498万。来，小玉，你的百万。一。圈九，你的百万数字。零。晶晶，你的百万数字。零。啊？接下来要比千万了。目前呢，从百万数字上，如果大家千万数字一样的话，那么从百万数字领先的就是我们方圆了。圆，那方圆，请揭晓你的千万数字。七，很高的一个数字。来，小玉。六。圈九。五。五。啊。零。零。啊？我猜不透哎。从千万来看，好戏还在后面呢。小玉，小玉在千万上领先。现在对，好像现在还是方圆就要数亿了。是方圆，对，方圆领先，方圆，方圆领先。老师，我头好晕，我数学不好，你不要吓我。方圆领先。OK， OK， 好，我们接下来
揭晓意味的数字。方圆，请揭晓。好，自己先看，自己先，好，你自己先背着看一下，偷偷的。3,7,498,3,200，我先偷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哎呦，好，三。那么下面来，我们小玉来揭晓。二。好，到圈九。四。到晶晶。我们的结果就此应该已经诞生。大家为了确认一下，我们宣一下我们十亿的数字好不好？应该是没有，对不对？好，都没有哈，祝贺祝贺。那么我们结果已经揭晓了，恭喜圈九成为2016蒙牛三山主超级女生的全国总冠军组合圈九，恭喜恭喜。同时我们也祝贺方圆，祝贺小玉，祝贺晶晶成为2016蒙牛三山主超级女生的全国第二名、第三名和第四名，祝贺！哇，真的太厉害了！接下来。